而这个国家执政党压人取供，欺压我哥哥，我要独自面对我爸爸的生命。加油！到中国大陆，到美洲，到非洲，到澳洲，但是我们的故乡就是台湾。家属呢，确实有将病危通知交给律师，请律师依规定代为申请。同时呢，也谢谢各界对柯爸爸的关心。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太好，加油！而这个国家执政党压人取供，欺压我哥哥，而我要独自面对我爸爸的生命。加油！我要告诉大家，我绝对不会屈服于恶势力。谢谢我们柯文哲家人带给我们的我的家庭，那我们真的希望台北未来就是我们的。谢谢。不管到哪个地方，到中国大陆，到美洲，到非洲，到澳洲，但是我们的故乡就是台湾。家属呢，确实有将病危通知交给律师，请律师依规定代为申请。同时呢，也谢谢各界对柯爸爸的关心。